喂，早晨啊，我 Chalk 咁今日要讲嘅咧就有两样嘢嘅。第一单咧就系关于新嘅消息，呢个新嘅消息咧就系同下一季赛季嘅名咧就有关系嘅。下一季个 expansion 咧就叫 Siege of the Alice， 咁呢个就纯粹系个 expansion 嘅名，就同个 League 系冇关嘅。咁下一季个 League 名咧，我哋之前未知，今日佢哋就公布咗啦，就叫做 Arch Nemesis。我哋原本就已经有一个 League 就系叫做 Nemesis 嘅。Nemesis 呢个 League 咧就主要系关于一啲强化咗嘅 Rare Monster， 即系强化咗一堆黄色嘅怪物。咁呢一次个名咧。就叫 Arch Nemesis， 咁 Arch Nemesis 嘅意思咧就係指比 Nemesis 咧就更加勁，咁你就當類似係一個 Boss 級嘅 Nemesis 咁樣先算啦。喺 3.15 嘅時候咧，阿 Chris 就已經講過，佢哋唔將 Ultimatum 放入去 Core Game 嘅原因咧，就因為佢哋想重製過一堆 Rare Monster， 一堆王怪。佢哋覺得現有嘅王怪咧，就其實太過依賴呢一個光環嘅系統，咁樣就只不過係有一大堆王怪，然後佢哋就用唔同嘅 Aura buff 大家 buff 到好犀利。但係佢哋咧實質上咧就係、是、對呢一個系統咧就非常之不滿嘅。喺 Ultimatum 嗰個 lead 嘅時候咧，就更加反映到呢一個問題嘅所在。所以咧，佢哋就話本來就係想喺 3.16 嘅時候就重製過所有王怪嘅，但係基於 3.15 嘅 feedback 非常之差，佢哋 3.16 必須要撲火做翻一堆同玩家所希望有關嘅內容出嚟，所以咧就將成個重製王怪嘅系統咧就延遲咗。當時咧佢哋就話啦，希望喺 3.17 就可以推出到。咁我哋依家見到眼前呢一個 Arch Nemesis 咧，佢就係以一個黃色嘅 theme 啦，咁就同王怪係一模一樣嘅顏色嚟嘅。Nemesis 咧本身亦都係同呢個王怪有關嘅，所以我就有理由相信 Arch Nemesis 呢個 lead 咧。就是他们纯粹是重新审视过所有王怪，重制过所有王怪，然后将他们包装成为一个新的 lead， 然后就推出成为这个 Arch Nemesis， 亦都很大机会呢他们就顺手重制埋旧有的 Nemesis 系统，所以呢就套用回 Nemesis 这个名字在这里。好了，那这个呢就是今日的新消息。第二件事我今天想讲呢就是跟 TFT 有关的，那就是希望大家用 TFT 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些少。那我相信呢有很多人呢都对 TFT 这件事不陌生的了。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 TFT 呢，我簡單啲咁講一個 TFT 就係呢一個國際服交易嘅 Discord 嚟嘅，好多人都會用 TFT 去交易，去買一堆平時喺交易網站裏面買唔到嘅嘢，或者賣唔到嘅嘢，例如你嘅 Harvest 啦，你嘅花園嗰啲工藝等等。今日喺 Reddit 咧，第一同埋第三嗰個 post 咧，都係同 TFT 有關嘅。第二個 post 咧就頭先啱啱講完嗰個新消息啦。咁點解我要特別 highlight 咧？就因為喺第三個 post 裏邊咧，就係、是、原本嗰個 post 嚟嘅。原本 Reddit 嘅 mod 咧就屏蔽咗呢個 post， 但係依家咧就放翻出嚟，咁啊大家都睇到喺呢個 post 裏邊咧，作者咧就話俾我哋聽。在 TFT 里面其实有很多方法呢，那个 moderator 即是他们的管理人员是可以 ban 你的。事源呢就是作者在 POE 官方的频道里面，他就说以讲笑的形式呢就说 TFT 其实是一个很差的东西。咁樣呢就唔知有人舉報啊，定係有 TFT 嘅 mod 睇到呢一個留言，然後呢 TFT 嘅管理人員呢就將樓主 ban 咗。咁樓主呢就想將呢一樣嘢呢就帶出嚟話俾大家聽。咁我呢見到呢一樣嘢呢亦都想分享返俾大家知，就叫大家言行謹慎啊。因為喺最低嗰五點呢，佢就話 TFT 係可以有權干涉喺佢哋自己 server 以外嘅嘢嘅，即係好似樓主嘅例子為例啦。如果管理人员在其他 Discord 那里见到你讲 TFT 坏话，他可以在 TFT 的 Discord 里面 ban 了你。第二点呢基本上就跟第一点是差不多的，就是说你如果讲 TFT 坏话的话，那样他们是有权 ban 你的。但因为基于第一点的缘故呢，所以你即使在 TFT 以外的地方讲他们坏话呢，你都依然可以被 ban 的。第三个呢就是 TFT 的用户呢是可以 report 这些讲 TFT 坏话的东西的。这样又是套用回去第一点啦，就是你基本上你在任何地方只要讲 TFT 坏话，人 cap 幅图俾 Discord 嘅管理人员，咁佢就可以将你 TFT 里面永久 ban 咗你噶啦。第四点咧就系话啦 ，TFT 嘅管理人员系有权喺任何时候、任何原因去 ban 你嘅。咁呢一个亦都非常之简单直接啦，佢哋只要想 ban 你咧，就系、是、可以 ban 你嘅。而去到最后第五点啦 ，TFT 系属于一个私人拥有嘅 server 嚟嘅，咁所以咧就简单啲嚟讲咧，其他地方系冇权介入呢一样嘢嘅。咁呢一个咧就纯粹系反映到 TFT 系非常之独裁或者系一个极权嘅形式去运行呢一个 server 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唔想喺 TFT 度俾人 ban 嘅话咧，就小心自己讲嘅嘢，唔好讲 TFT 坏话。咁当然啦，又或者你哋可以好似我咁，从来都唔用 TFT， 咁呢一个绝对唔系问题嚟嘅。另外一个例子咧，就喺呢個 post 裏邊咧，依家最頂個 post 就唔一定係講壞話嘅。下邊呢一個人咧，你依家見到佢所講嘅就係話佢之前就賣咗成副錶俾人，就連埋個
天赋树啊等等所有嘢，全部嘢俾晒嗰个人嘅，咁就收咗一大堆耶稣，跟住然后咧佢又攞嗰堆耶稣买咗其他嘢啦。那个问题就嚟啦，那个人买完佢个表之后，唔系咁中意佢天赋树家嘅点，佢就自己改咗几点，大概五点左右，然后咧就令到成个表咧运行唔到，跟住咧就投诉佢个表系唔 work 嘅，佢就要求回水。咁嗰个作者已经用晒嗰啲耶稣，根本上冇办法做到回水呢个动作，但系管理人员咧亦都要求佢去回水翻俾嗰个人，那个人就退翻货俾佢。但系咧因为作者已经做唔到呢个动作咧，所以咧就导致被永久停权嘅。咁而且咧喺呢一个 TFT 里边嘅规定里边咧，亦都系如果管理阶层要求你回水俾人嘅话咧，你系必须要做到回水呢个动作，否则嘅话咧你依然系可以被 ban 嘅。或者俾人停權，咁所以咧，以上呢幾樣嘢咧，就係我想大家用 TFT 嘅用戶自己留意一下，或者自己小心啲啦。如果你唔係一個知名人士，如果你冇任何證據，就算你有任何證據嘅情況下，你都有機會俾人停權嘅。好啦，咁以上咧就是、今日我想講嘅兩樣嘢啦。最後啦，提醒大家，倉庫頁呢個週末就會特價嘅。如果你想買倉庫頁嘅話咧，依家就係最好嘅入手時機啦。如果有興趣想一齊吹水嘅朋友咧，就記得入我哋嘅 Telegram 啦，或者 Discord， 甚至乎喺 Game 裏邊 join 呢一個車 Global 852 Korean。嘅呢一个 channel， 如果中意呢一类型嘅消息片咧，就记得俾个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好啦，系咁先啦，拜拜。